恭喜哦，暑期三度入围坎城，然后希望辅导或是电影本身可以得到大奖啦。可是你知道坎城21部片，每一部戏几乎都是殿堂级的导演，对吧？所以加油。不止聂隐娘入围坎城影展竞赛片，舒淇也将和凯特·布兰奇、林濑遥等人力拼坎城影后。这是继2001年《千禧曼波》和2005年《最好的时光》，舒淇第三度站上坎城国际舞台。她第一时间接到喜讯说 ：“Happy birthday to me！” 哇，这么巧啊！公布入围这天呢，刚好是她生日，好一个双喜临门！祝女神三字头的尾巴。哎，年龄是女人的秘密嘛，我不好意思说啦，请往旁边看嘿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可以入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最主要是我觉得胡导他是一个非一般的导演，真是神殿堂级的导演，跟他拍戏每一次不一样的方法，不一样的合作方式，但是都会有很大的收获。侯孝贤是金马奖常客，更是第一位夺下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金狮奖的台湾导演。筹备七年的《聂隐娘》耗资4.2亿拍摄，在中国武当山、日本奈良等地取景，在坎城报名前一刻啊，都还在补拍呢，努力没有白费。像这样子的导演，可以台湾之光可以入围坎城那么多次，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让华人骄傲的一个人。女神倒是对自己得不得奖保持平常心，只烦恼减肥问题。对吼，生日这天啊，那个蛋糕甜点不要吃太多呢。祝生日快乐！祝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永远快乐！各位浪赖，祝多厚哦！报道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就拨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